主料：鸭胗250克，青椒1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八角三个，花椒、桂皮一个，干辣椒、姜两片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鸭胗、青椒，锅中水开，放几个八角、一小把花椒、一个桂皮，倒入鸭胗，加点盐，大火烧开，小火煮个15分钟。鸭胗煮好了，捞起来，冷掉切片。锅中放底油，油热放姜片，干红辣椒爆香一下，然后倒入切好的鸭胗，加些酱油，煸个2分钟就可以倒青椒了。倒入切丝青椒，加少许盐翻炒一下，大火翻炒几分钟就可以出锅了。又是一道简单的菜吧。烹饪技巧：鸭胗炒青椒同样也很简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